我是带着追剧帮你排雷的小黑，我是哈内。今天来给大家讲一个充满奇幻色彩的故事。故事的女主角叫小易。耶，你看那蓬头垢面的是个啥子哦？原来爸爸去世后，小易跟着妈妈、奶奶一起生活。她每天偷偷出去恰饭，打零工，帮别人遛狗、倒垃圾啥的。哎，生活不易，多才多艺。她做这些都是为了攒钱，实现爸爸跟她的约定。但是妈妈和奶奶并不理解她。老往外头跑，能不能乖乖的在屋头待到去嘛？面对妈妈、奶奶每日的絮絮叨叨呀，小易常常躲到天台的秘密基地，那里存着自己的小金库和心爱的小提琴。那天小易在秘密基地里发现了一只潜伏的雪人。不要乱摸动物啊，不怕脏吗？不怕它咬你吗？小易十分欣赏大毛的美瞳，懂得他的害怕，决定和大毛交个朋友。于是呀，他带了一堆肉包子投喂大毛，他成功的救活了大毛。我去，吃嫩个都不怕到吃撑了吗？能吃的娃儿都聪明，聪明的娃儿都很能吃。脑好肠好，肠好脑好，身体强壮，脑瓜棒棒。大毛呀，不仅爱吃爱喝，还像个哈士奇一样热衷拆家，又是拆空调，又是拆床单呢。哪个可以嫩个熊嘛？简直都是个二哈！哎呀，哪个娃儿不是拆家拆过来的嘛？虽然我们长大过后看觉得很讨嫌，但是你换个角度看呗，那拆家的劲儿可不是显得鬼灵精吗？不许打架哟！哎呀，其实他在交朋友。不许搞破坏！他在探索，他在创造。不许玩水水！玩水水！不许玩水水！他在开启航海冒险之旅。不准玩床单。你个熊瞎子！他学会了伪装。有一天呢，小易晓得了大毛的家乡在珠穆朗玛峰，他害怕大毛一个雪人冷热交替容易感冒，决定横跨中国把大毛送回家。去那个冷的地方，不晓得多穿点衣服啊！亨美赞成博瑞的孩子身体棒，于是他们和两个小伙伴组队成功，一行人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没得体力的他们开始叹息，为啥是出门没有带上一罐美赞成博瑞嘞？美赞成博瑞含国际优良水平 DHA 和长短链益生元组合，助力老肠轴脑力消化两开花，打得坏人哗啦啦。那坏人嘞？坏人马上就上线了。反派角色波老板一年到头都在工作，唯一的娱乐方式啊都是撸雪人。结果雪人还跑了，他那个气哦，天涯海角都要抢回国人的解压神器。原来雪人是波老板的宠物啊！都准你吸猫撸狗，还不准别个摸摸雪人的毛咩？可是主角团是那么容易被追到的吗？No， 雪人晓得该啷个做。大毛用他的 magic 带领小易他们躲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追击。魔力时刻一，把油菜花海变换成海浪，用蒲公英来飞行。哇哈哈，小小年纪浪啥子啦？浪里个浪，浪的大名叫探索力，还有个别名是冒险的勇气。魔力时刻二，让乐山大佛上开满小花。又站那个高，不怕都打下来吗？我们坐在高高的大佛上面，听他用琴声哀诉对爸爸的思念。其实那一段真的很感人。魔力时刻三，把云朵都变成锦鲤。哇刚看过锦鲤，立马就把它变出来了。这个模仿力，难道你不想转发吗？够了，你啷个老是为那些熊玩说话哟？谁还不是个宝宝？小王子里有一段情节，就是摆了一幅画，大人觉得是帽子，小孩觉得是一条蛇吞了一头大象。大人不应该跟娃儿画饼，不对，是画框框，应该多想想国人还是个娃儿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现在想起来觉得很荒唐的事情。有些娃儿喜欢拆手表，但是拆手表都算是小儿科啦，啥子把拖鞋往嘴巴头塞呀，把其他小娃儿的指使过遍呐，为了感受下雨的快感把每个水坑都踩出花来呀。那些不都是小孩子的快乐和想象力吗？如果大人愿意换位思考去理解一下孩子的行为，说不定对着熊娃儿的时候也没得那个焦虑了。你说的我也想当会儿宝宝了，成长真是充满了惊喜呢。那你真的不了解一下美赞成博瑞吗？国际优良水平 DHA 和长短链益生元组合，助力神奇老肠轴轴轴，脑肠两步走，相互协调不发愁，给孩子机灵小脑袋，成长大惊喜，要靠它啦！我现在喝还来得及吗？作为一个20岁的宝宝，你已经错过了大脑发育的黄金时间，我
只能跟你 say sorry。 那我只能提醒大家，捉住黄金一千天，注重为宝宝补充脑肠神奇纽带的营养，脑肠两手抓，脑力消化两开花。好了，我是带你追剧帮你排雷的小黑，我是哈妹。哎，那个电影我们去看了首映，其实还挺好看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嘛。哎，真的还可以，真的还可以。美赞臣四顿儿童配方奶粉震撼首发，就在天猫美赞臣官方旗舰店。